咱们公交一站的柳芳站点呢，是一个试点，这一开端，去陆续的开展，比如说左家庄、崇文门、草房等一些场站。通过公交便民驿站的这个场站建设呢和设立呢，大约将新增带动至少3000个服务业就业岗位。黄瓜、香椿、蒜苔。大概超市是什么价格？超市黄瓜风怎么也得2块多吧，2-3块吧。蒜苔反正我记得那时候都5-6块、6-7块，质量也挺好。家就在这附近，楼下就是这个，很方便。